迎收看 Web TV 网络当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Bill 王宏恩，我是罗文玉 Win。我们欢迎 Julia Wu 吴卓源。大家好，我是 Julia 吴卓源。一听这 WhatsApp 就知道应该是从国外回来。回来了，他 cover 一些歌曲，我就奇怪为什么一个这么年轻的人里面住着老灵魂，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老成一点。对，然后穿着应该是一个比较朴拙，没想到本人是嘻哈的造型啊，那么年轻，才23岁，因为你的声音是蛮厚实，钻研10年的一个古典音乐，怎么会想要往流行音乐发展？其实没有想过真的可以当歌手，就是真的就是爱好是唱歌。高中的时候就不停的听很多 R&B 啊、Jazz 这些东西，就觉得好有兴趣，自己就去开始琢磨研究。这么经典的歌，这么美的旋律，对，我觉得值得让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也听到。希望他们听到我的版本之后，也可以回到之前的原本的版本去听。既然讲到改变这些事情，表示他的创作跟编曲的能力一定很强，那应该即兴应该蛮厉害的吧。我用你专辑的一首歌 Need You Now， 你来自己介绍自己。 My name is Julia、My name is Julia、It's been a long day, It's been a very very hot day、今天天气有点热、天气有点热，我穿的有点热、我中文说的不接下来就听你这首一首歌、这首歌 Need you now Need you now、他的歌声实在太棒了，又再一次想直奔垦丁，直奔他的家，算是家乡澳洲。澳洲天气每天都是超爽，因为我长大的地方叫做 Brisbane， 我一直搬，一年365天，这个天气干干，然后热热。那来到台北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因为台北毕竟湿冷，常常下雨，天气比较不太适应，但是其他吃的蛮开心的。刚来的时候就吃超多，胖到一个不行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考一下你来台湾，我有一些台湾专有的一些名词。OK， 看你能不能猜得到。第一题，很闪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拿到闪光弹。第二个是被光照到。第三个是对方在交男女朋友了。对方在交男女朋友，因为我有听朋友说，你们很放闪。那第二题，你觉得很呛是什么意思？ Okay. 第一个选择就是动作很僵硬。第二个呢是形容某一个人傻傻憨憨的。第三个选择呢是金属的碰撞声音。很呛。第二个、那人傻、那我们还有第三题，傻眼。第一个傻子的眼睛、第二个形容某人很笨、第三个看到无法置信的事情。第三个吧，答对了。就是听到你的歌曲是在 cover 一些老歌嘛，那我觉得这首歌呢，你把 R&B 的那种原本它是很民谣抒情，但是变成 R&B 节奏蓝调、唱法一改，完全不一样。好啊，我们就先来一下这首。曾经来过却要分手，为了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到底如此，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还是山盟抱在脑后。网友把你封为女版的方大同，你对这样的一个称号满意吗？开心的啦，因为我翻唱第一首歌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方大同。那我可不可以临时点歌？他有一首经典的歌《爱爱爱》。Love love love。
唱英文跟中文的那种咬字的方法好像蛮不太一样。你平时怎么练习？一开始我是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唱英文歌的时候就很自然，然后一到唱中文歌就不知道怎么样发声音那种感觉，因为就是咬字关系，所以就要想象每一次唱中文，就是要把它唱的就是很没有要发音发的特别特别标准，因为很多中文字我看不懂，不理解它的意思，但是像英文我完全知道它在讲什么。Okay. 那今天录完下来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一点动心？我就知道会。这首歌实在太好了，对，很放松，让人听起来那个 R&B 的那种唱法，慵懒。现场表演，或是有什么样的资讯让大家知道，随时关注你。其实我在 IG 上面还蛮多，不要的。对对对，我在上面就是常常 po 歌词什么。好，对，然后跟粉丝朋友们都会聊天。OK， 对，所以去加入你的 IG。IG Julia Wu 94。哦 ，OK， 好，打这边哈 ，Julia Wu 94。今天的 Julia Wu 带来他2017年。很多人都喜欢的一张专辑《1:28》，对，虽然发行有一段时间，可是现在正在发酵当中。对，有些酒是要越陈越香。没错，如果你真的有点动心的话，请加入 Julia Wu 的 IG。对，想收看我们网络大明星最新的内容、精彩内容，请锁定 Love APP， 一定要下载哦。Yeah. 我们网络大明星成功 ，Julia， 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Liars， 莱特姐弟。